这应该就是全关市啊，门口那个只是看一下徽章。嗯。噔噔噔噔噔，全关市我来了，我得赶紧先去治疗啊！我的糖醋酱已经倒下了。哇，巨大无比的城堡啊！咦，咦，太有气势了吧！一只山羊吗？叼着剑，很有气势的样子。哦，前面有那个剧情，我看到了，但是我顾不上那么多了，我得先休息一下了。咚咚咚！哦，龙溪道馆了，这个地方就是龙溪道馆了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！闪焰王牌，精力充沛了，谢谢。然后我们买点东西啊，又增加了，我需要买高级球了。耶，先买好伤药，钱数很多，买个20个的。好。然后只有超级球啊，这地方再买5个超级球吧。好的，嗯，行了吧，先这样吧。哎，这没有卖高级球的，我还没到那个级别是吧？哦，这有潜水球、黑暗球、计时球。嗯，这些都先算了。他身上带了好多球是干什么的 ？BP 点商店哦，我现在没有 BP 点。以后得打对战术才有 BP 点是吧？嗯，挑战的顺序，嗯，什么什么什么储物箱，哦，这边是回忆技能啊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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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有个机器是吧？忘了忘了忘了，我这有人在干活，糯米，宝可帮帮忙，来来来。接到了新的委托，这个结束了。先把我的宝可梦给赢回来啊！当当当！哇，这伙人多呀！这是那个萌萌哒一伙是不是啊？哟，干得好，表现优秀的，那是谁表现优秀啊？哇，得到的经验值不一样，嗯，很好。果然，我好像有东西要给我，净爽汽水，谢谢。啊，这个。我的第二波外出打工的打工仔们，哎呀，尤吉拉变成了我的打工仔啊！叮叮叮，干得好，表现优秀，好，获得经验，耶！然后泥巴鱼有东西要给我，600块啊！好，这还有第三波打工仔回来了，好，你们辛苦了，耶！然后3个表现优秀，超级成功，嗯，获得了很多经验，哇，6000多经验，这个厉害。哎呀，哎呀，喵喵给我一个巢穴球，好的。哇哇哇，这有好多呢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我的宝可梦也很累，需要休息的。给糖醋酱回血，糖醋酱已经回血了。来，洛兹徽章、许愿星和道馆徽章，我都收集得很顺利。不愧是比特选手，看来你没有辜负会长的期待，一直在努力呀。只要有足够的许愿星，就能解决会长的烦恼了，对吧？不，这不是为了解决我的问题，而是为了加勒尔地区的未来呀。而且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许愿星，还需要像冠军那样实力雄厚的训练家。恕我直言，本家冠军训练家那个叫赫普的，认识到我和实力训练的命运战过去。好，算你厉害。我估计我要跟他打了。什么情况？他俩还有点悄悄话要说啊，然后会长过来了。你好，会长，老肉，你知道我们对话了吗？如你所知，许愿星这种神秘的石头也能装在极巨万代上，除了能让宝可梦变大之外，许愿星里还隐藏着其他能源。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的更多，就去一趟竞技场吧。不，你应该立刻就去。哎，又要教给我新的知识了。好，竞技场在这边啊。我去看看啊，我来到了竞技场。哇，果然是龙道馆啊，那个上面那个徽章就一个龙头。全关市的竞技场兼备了能源工厂的功能哦。哦，让我用平板来做一下说明吧。哎呀，
这是他的平板啊，看这是简单易懂的能源工厂说明，他做了一个 PPT 啊。首先能量会被全关竞技场的高塔吸收，然后能源会在地下工厂转换成电力，提供给加勒尔地区的人们使用。哦，这是加勒尔地区的发电站啊。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水电还有煤气的能源，我所经营的集团公司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利用许愿星的能源让为大家带来更加安稳的生活。哦，这跟基拉奇有关系吗？基拉奇，哎呀，我该去工作了，我得赶紧走才行，否则奥利维又要生气了。老肉，接下来你就去宝物库吧，出了竞技场之后往六号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宝物库了。我现在需要去寻宝啊，这为什么不能打呢？道馆，这现在不能打吗？需要七个徽章哦，现在我要去宝物库打不了道馆。这带精灵球脑袋的是干什么的来着？你好阿球。哎，等级球，等级有点与众不同的球，要捕捉的宝可梦比自己宝可梦的等级越低越容易捕捉。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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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没啥意思啊，他等级低本来我就很好捕捉的。好好好好，我走了我走了，再见再见。我们接下来要去竞技场外的宝物库六号道路，哪边是六号道路呢？他好像说是右转是吧？他说的是右转还是左转来着？我记得他说的是右转，我去那边出来之后右转是去那边。哎，果然这有剧情。丹迪，老肉，你的徽章收集的很顺利啊。倒是你的劲敌赫普，那小子怎么了？一见到我就和我道歉，说什么大哥对不起，吓了我一跳。哇，他道馆打败了，他输给了比特选手，不是道馆败了。嗯，好吧，好吧。咦，丹迪要跟会长见面啊？嗯，嗯，他现在应该就在六号道路跟前的宝物库那里。哦，他说的名字我没看清楚。走，我去看看啊，就在这边。嗯 ，Hello，Hello， 六号道路应该就是一直往前走啊。啊，自行车呀，想什么呢？啊，是那边吧？哎呀，阻拦熊阻拦住我了。哎，哦，我走错路了是吧？我走错路了，这不让走。哎，哇！这是个对战场，等我问问他，这不是宝可梦中心吗？对呀，这是宝可梦中心啊。六号道路的宝物库，嗯，哪边是六号道路？难道那边才是六号道路吗？不不不，我来看看地图吧。城镇地图，哎，是往左边去啊？为什么？嗯？是往这边去啊？六号道路，小红旗，哎，哎，小红旗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再往前走一点点，这是哪？也是个商店餐馆。小红旗，这去这上面。这个球博士眼镜，好，特殊招式的威力会提高。嗨，你好，你看上去是能信任的好人，什么？好吧，我要替人送信了。我叫宝拉，这封信拜托你了。陈旧的信，我要给谁呀？收件人是男孩子，请把它交给五字镇的弗兰克。好难。
我到那儿的时候我还能记着他吗？我估计我不记得弗兰克的。草莓糖式，让小鲜奶贤携带的话会高兴的转圈圈，好吧。小鲜奶，我还没有小鲜奶，到底在哪？赫普家二楼有小火龙。赫普家在哪？赫普家不是在老家吗？我跟他老家是一起的，就是应该往这边。怎么找不着地方了？哎，这有个球，两个厉害伤药啊！应该就是这边吧。先问问他 ，Hello， 奇巴纳哦，我要找的就是他啊！现在就是六号道路，没有任何显示，好吧，就是他。你就是冠军推荐的训练家吧？我想想，你的名字叫。老肉，没错，竟然能得到单地的赏识，看起来就是名字日，没什么哎。但是你必须要先拿到7个道馆徽章才有资格向我奇巴纳挑战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要去宝物库。哦，你要去宝物库啊？通过历史了解宝可梦也是个不错的地方。什么？这里面是通过历史了解宝可梦的地方？喂，来。喂，这是一个陈列师啊，拿着，这是本大爷的联盟卡，每一个都这么的拽吗？想去宝物库的话，上楼梯就是了。那我就去了，再见。这就是宝物库啊。啊，这种地方，对，我就知道这种地方一般会有东西。杀鸡学会了一招杀鸡呀，这次没有进。 Hello Sonic， 你来了呀，宝库实在是太棒了，这里竟然还留着记录加勒尔历史的挂毯呢。哇，看着许愿星的两个年轻人许了个愿啊，然后呢，灾厄降临，不知所措的年轻人，正在驱散灾厄的剑与盾，以及望着他们的年轻人，头戴王冠的年轻人，哇，这俩年轻人发展的好顺利啊。头戴王冠了都，挂毯上描绘的是加勒尔的王国诞生时的故事。我说，年轻的道馆挑战者，这其中有没有让你在意的部分呢？暗夜，英雄是两个人。暗夜，对呀，你说的没错。根据这里的描绘，笼罩天空的黑色漩涡就是所谓的灾厄。没错，这正是暗夜呀。英雄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所谓暗夜又是什么呢？谢谢你陪我说话，我理清思路了。我思路混乱了，我还要再调查一下挂毯。你该去道馆挑战了吧，加油。给我个什么火力碎片，谢谢。我现在到底应该去哪个道馆？我好像每个道馆都现在不跟我打呢。咚咚咚咚咚咚！我心爱的自行车，它永远都不会堵车。我心，现在不能骑啊，这不能骑啊！好，我回来了。宝物库的挂毯上描绘的是加勒尔英雄，是谁？冠军丹帝，当今无愧呀，当之无愧。老肉，打败超级明星丹帝就是你的终极目标。现在我要穿过六号道路，前往这个速船镇，好好锻炼一下。现在那个拦路的那个可以过去了，是吧？拦，哎，招手嘞，嗨，对呀。对呀，哎，他一直他跟每个人都招手是吧？哎，拦路的家伙已经不在了，好吧。小火龙是2周目才能领的，好吧，别刷了。
吧，看来好多观众没有弄太明白是吧，小火龙是二周目。诶，这是谁？这沙包蛇，这是沙包蛇呀。啊，沙包蛇。诶，年轻人让我过去吧，我不会吵醒宝可梦的，停变停变。诶，我还以为要二 v 二呢，原来不是啊。我也不会吵醒宝可梦的。喵！啊，老肉，你要去速传镇吧？大喊队的大哥大姐，我可以过去吗？你们只要在这儿，不能过去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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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沙包蛇是什么鬼？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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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。来吧，一堆废话呀！老肉，赌蓝熊种族值520。赌蓝熊种族值这么高了，快赶上卡比兽了。臭右扑，这把糖醋酱，哎，不是二 v 二，哎呀，我还以为二 v 二呢。这个家伙应该有毒或者饿，嗯，所以我用个意念投锤试试看啊。来，哎，没有效果啊，他有饿，对呀，他有饿，我还用超能力。二连踢就好了啊，毕竟哎也没有效果绝佳，因为它有毒，所以斗对毒是效果不佳。嗯，毒瓦斯千万不要中毒啊，我不想用一个药中毒了。好吧，也得害我用一个药，但总是我得先干掉它啊。来，二连踢，来吧，臭月猪，引爆，有点危险，稍微的有点危险啊！臭鼬扑倒下了，获得经验。啊，中毒，中毒在加深呢、啊。直冲熊，替换吧。哎，全是操作失误啊！我要替换呢，只能期待这招二连踢直接干掉他了。来吧，糖醋酱，二连踢，好的，没有任何问题啊，直接给踢死了，效果绝佳，获得经验。好了，又战胜了呐喊队，天天就知道呐喊，实力一点都没有长进。老肉，你气势正旺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啊，赫普，你是来打酱油的吗？为什么这次你不出战？在我糖醋酱最危险的时候你不出战，又中毒又残血。好吧，我换人吧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，他应该是恶属性的。恶属性的，我现在没有对他特别好的人。嗯，没有特别好的上，哎，哦，这不错哎。来吧，用双倍凤凰试试看啊，他应该是用物理攻击的，所以我们待会儿用双倍凤凰。暴四乖登场，他用了恶意追击，嘿，推了我一下，啊，但你完了，双倍凤凰，他用了恶意追击，咚推我一下，看我凤凰他，双倍凤凰，我嘣过半，好，你还敢推我吗？双倍凤凰乱抓，好，抓几下啊，效果不好，然后看我们双倍，那这下双倍应该也不好，哎呀，双倍太少了，我直接打了啊，贝克刃又乱抓啊，拼啊拼，对，因为我双倍凤凰太厉害，所以他不敢用恶意追击了。贝克刃，好，斩倒，再见酷爆。然后呢，好，哦，没有了，太好了，终于打赢了。会吵醒沙包蛇，沙包蛇是什么，喜欢睡觉的蛇呀，我来看看啊，我要调查一下这只沙包蛇。哎，
只是那家伙说我给大哥脸上抹黑了，哦，他输给了比特。要是我实力太弱，那连大哥都会被人看扁，我受不了这样。大哥必须是无敌的冠军，我应该坚持下去吗？我要再想想，回头见老师。不是问问我的意见，我告诉你赶紧回家吗？嗯，结果他也不问我的意见，哦，沙包蛇醒了。嗯，什么情况？不是要被我收服的吗？你是丹迪推荐的道馆挑战者，哦，又来一位。哎，这好像也是道馆馆主啊，波普拉。剩下的就看联盟卡，好像那次开幕式上有他吧。我会找个机会好好欣赏你一下真本领的。嗯，好像是有他。嗯，但是嗯，这真的能打吗？这我都下不了手啊。好好好好好，赶紧先治伤啊，先给各位治个伤。好，然后暴四归。好，然后解毒，等等，解毒药，解毒药来一个。 OK，可以出发了，继续前进。哎，对战吗？果然，我的宝可梦宝宝很在意你的宝可梦呢。说的好像多厉害一样。大姐姐墨美前来挑战。哎，派出了皮皮，把妖精。嗯，妖精的话，它对我们火势效果不佳的啊。所以我可以轻松干掉他，比如用一招，先用一招蓄能宴席试试看吧。蓄能宴席啊，哇，现在糖醋酱秒人非常的厉害。哦，刚才那个是妖精的关注啊。好好好，我们以后后会有期啊。哟，皮可西。嗯，我看我替换的话有没有人对妖精比较好啊。钢属性的，我没有钢属性的。嗯，哎，毒属性是不是克妖精来着？哎，我记得毒属性是克妖精啊，是不是大家？是不是毒属性啊？毒属性是不是克妖精来着？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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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朝着对手打嗝，如果不吃下树果子无法使出。我这样直接就能使了是吧？哎呀，那我得等，让我来试一下，我得先吃树果是吧？哦，要让他携带一个树果，可以治愈麻痹，可以回复10 HP， 少量回复是哦，文玉果有好多呀。但是现在是使用，我得让它携带才行啊。明白了明白了，那算了，先不用打嗝了，先用溶解液吧。溶解液，哎呦不过半的，对方用了灰纸，看灰到什么啊，使出了毒针，对我效果不佳。很好，非常的好。哇，他居然是用灰纸的皮克西。溶解液，可惜你没有那么好运气了。又灰指，你没有那么好运气了。绝对零度吗？使出了净化，好的，溶解液，三招溶解液把它给溶解了。要走了，太晚了，爸爸不让看了，拜拜大家，拜拜，欢迎你下次再来。直冲熊要进化了，直冲熊才30级啊。蓝牙32了，糖醋酱39了都。好，战胜了大姐姐墨美。
好，我先让那个家伙蝾螈带上树果啊。那带个什么树果呢？哎呀，我有好多的树果，只有什么呢？威力会减弱，就反正文佑果吧，一般可以少量恢复 HP。不是，我让他携带，对，携带蝾螈，要把磁铁哦哦，他本来带了磁铁啊，现在带了文佑果，好，他吃下文佑果就会使出打嗝，就厉害了。那么我这样啊，我换一下宝可梦的顺序，让他排在第一位，我们试一下。好，让他用了一招打嗝来试一下。这都有什么？这不是那个沙包蛇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不是，这闪电蜥不是沙包蛇。好，颤旋龙卵，你完了啊，大哥！不是携带啊，要先吃一个树果是吧？好，我使用文佑果，体力恢复，抛物面充电，打了我一点点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干燥皮肤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哦哦，血少的时候才吃，然后吃了之后才能用，气死我了。哎呀，好吧，溶解液啊，咚，所以要很危险的时候才能使出那一招。好吧，开始充电了。那树果好像只剩四分之一的时候才吃吧，血量四分之一的时候才吃啊，相当危险的时候，血少的时候才吃啊。好吧，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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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什么鬼？果然是个鬼！酷酷面具，颤旋蝾螈，连日照很强。那我随便先来个电光看看吧。戏法防守，哇哦，好炫的这一招！我使出电光。没有效果，它有地面属性啊，那岂不是克制我？溶解液，咚！哎呀，效果好差呀，我要换人了。祸不单行，祸不单行。哎呀，他打我也不多，但是我打他太慢了啊，我换人了。哎，他是地面加鬼是吧？地面加鬼，白蓬蓬，白蓬蓬不错。暴食龟也不错，暴食龟也不错，用恶属性来克制它就好了，水也行。好，换人了，上了我的暴食龟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又是祸不单行。他应该先让我中个效果啊，贝壳刃秒他。来吧，啪叉叉，啪叉叉，效果就叫游魂。哦，他换了特性了，他给我换了特性了，黑色目光还不让我跑。哇，你是有很厉害吗？你还不让我跑？我抓住他，超级球，你还不让我跑？哎呀，没有彗星不多。哇，彗星挣脱了他，戏法防守失败，继续抓他。超级球，似乎打红血比较好啊！来，一、二，小样的，不可饶恕啊！绝对是不可饶恕的。岩石风能不能给他打成红血呢？
不要打死。哎呀呀呀呀，效果不好还死了。好吧好吧，又白忙活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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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面又是，又来一个。哎呀，完了，我首发的还是这个龙源呢。龙源不行，龙源电属性没有效果。这次我换白鹏鹏对付他吧。来，换人了。上吧，白鹏鹏。对方用了黑色目光，我没办法换人了。啊，那么，哎呀呀呀，魔法衣。魔法液打多少？漂亮，红血，祸不单行，咚，打不动，抓一个啊，棉絮，它降了它的速度了。啊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啊，也只能用超级球了，它是30多级了，不用超级球肯定抓不住。咦，好难抓呀，这个家伙。哎。这招不错呀，这家伙真的好难抓呀！哎呀，再抓一次，抓一次试试吧。一、二，我不想再抓你了，面具，面具哥，面具哥，你可以倒下了，我不想再抓你啦。踢倒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无冲熊升级，咚咚咚咚咚咚，不要再打了，快走！哎，这有个小梯子，